你这本行是入殓师，给死人化妆。上次我请你帮忙那个尸检，就那个张星老七，瞎说的，绝对不瞎说的，一看就是专业的。你以前学什么的呀？学医的。学医的，嗯，哪科的？外科，手术。我说嘛，干了几年大夫？ 在医院待了3年，没劲。怎么没劲呢？跟活人打交道特别烦。哦，所以就改行了。你家大人也同意？不管我。其实干我们这行挺好的，不用按点上下班。 也不用说那么多话，不像你们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而且还有危险。哎，我挺佩服你的，好好的这个大夫不当，当入殓师，这不是一般人的气魄，真的。哼。你呢？当警察多少年了？我这。 警校毕业到现在20年了，那跑双塔来干嘛来了？咱都聊到这个节奏了，就不会藏着掖着了。绑架案，北京一个小女孩被绑到双塔来，我一路追到双塔，查着了吗？这不正查呢吗？查到了一个关键人物，丁永烈。 你爸生前的挚友，我当你真是跑这儿来感谢我呢？不是，这么聊天儿吗？哦，是你爸生前的挚友吧？那你知道我爸怎么死的吗？我只听你说过，你来这是安葬你爸的骨灰的。 被人杀了。哦呦，谋杀？你是警察，你能不知道？警察那不知道事儿多了。
实话告诉你吧，嗯，我怀疑杀我爸的人跟杀电影里的人是同一个。你有什么依据呢？你看这，这我爸，这是丁永利，他们俩以前一起当过救火英雄，怎么就那么巧啊？俩人前后脚都被人杀了。不过这丁永利我查过，他确实当过救火英雄。你爸也是救火英雄？嗯，他们以前一个单位的。你爸以前说过吗？所以呢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来双塔，我也想查查到底是谁杀了我爸。还有，我也想知道点我爸以前的事。麻烦你个事儿吧。嗯，你说。你们路子广，能去的地方多。你帮我了解一下当年火灾的详细情况。今天我看了一张报纸，上面写着当年救火还死了几个人啊，我想知道的具体点。哎，我一个救火英雄家属这么要求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可说吗？不过分。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我怎么还在讲条件呢？你要这么认为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你说吧。上回你私闯丁永利的家，这事儿不能再发生了。来，我信你啊。哟，喝了一点点。你不是不信任那警察吗？怎么还跟他喝成这样？你怎么知道我信不过他？直觉。那你觉得我信得过你吗？当然。这么自信，也是直觉呗。哎，小心拉手啊，那个。我跟你说实话，跟那警察呢，我只说了一半，另一半我没告诉你。那另外一半是啥呀？这个喂，不文斌啊，不喝水了，我给你捂一下。啊，这小子还有事瞒着我。周游也在调查二弟。落叶归根，杀他爸凶手跟杀二弟的凶手有啥关系吗？
不知道。肥肥肥，这味道太难闻了。你能看得见吗？你招个手。啊，我看见你了。王老师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李警官，你好。你好。从外地赶过来的。啊，我从北京赶过来的。啊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能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聊聊？啊。这边。你家是林场老职工？是的。你出生在那儿吗？是啊。哦，我听说林场职工的家有的有院，有的没院。我们家有院。哦。在我出生那年，我爸妈在院里种了一棵柏树苗，纪念你的出生。对。李警官去过林场吗？准备去看看，顺便找找你家那棵树。那，哦，是吗？林场的邻居、同学、朋友还有联系的吗？同学朋友慢慢都淡了。周平原认识吗？李警官是来打听周伯伯的吗？我给你看一下工作证。你们还联系吗？在我五岁那年，他们一家搬离了双塔，就再也没见过。哦。周平原当年是救火英雄，那时候你年龄还小，不记得这事儿吧？我是那场火灾的幸存者。能详细讲讲吗？周伯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火源来自于邻居，烧到了我们家。邻居家烧成什么样了？一家四口，爸爸妈妈姐姐都没了，小周不知道去了哪儿。这家姓什么？也姓王。啊。王家这个遗孤最后找到了吗？都说那把火是小周故意放的，他因为自责而跑了。小周，
全名是？王周。王家跟你们家关系怎么样？远亲不如近邻。我爸爸周伯伯牵头几个老邻居，把他们一家三口埋在了林场的教堂边上。王周的长相还有印象吗？我这儿有一些林场的老照片，你看看吗？好啊。这都是。你的童年。对，都在这儿了。有没有那个老邻居的照片什么的？我找一下。哎，这个，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小周哥哥。放大一下。戴帽子这个是吧？是。我能拍一下吗？啊，可以。李警官，周伯伯怎么了？周平原被谋杀了。你学历这么高，又回双塔执教是为什么呢？不好意思，我下午2点还有课。那就先到这儿吧。谢谢你啊，王老师。我怀疑杀我爸的人跟杀丁永利的人是同一个。这人什么行业？屠夫。小周，全名是王周。这人叫白石周，地因子里的血样跟他完全吻合。林子里有没有见过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的？有啊。这是丁永利的通话记录。这画红告的谁的号码？老七的，他俩确实联系过。他和一般冻伤不一样，身上有酸奶味，应该是经过急冻。他手腕折了，不全是狗咬的。有铁锈。老七是在冷库里被冻死的。哪个冷库？进去看。双塔的冷库啊。你知道双塔有多少个冷库吗？巧了。怎么就那么巧啊，两个人前后脚都被人杀了。王家这个遗孤最后找到了吗？你推断的没错，老七是激动死的。这是我私人关系，从省里请的专家做的尸检报告。我请你呗。请啥呀？吃饭呗。双塔有啥吃的？你随便点。烤鸭呀。双塔有烤鸭吗？北京有啊。请你吃遍北京城的烤鸭。北京有多少家呀？多了去了。
贴能吃下吗？可劲儿吃，吃一个星期，吃一个月，你有那么多假期吗？哎，你有小孩吗？男孩女孩？小子。哎呀，儿子，好啊，传宗接代。啥思想啊，传宗接代。上几年级了？六年级。六，好像六年级吧。谁看着呢？你带孩子还用人看吗？谁？他妈妈。我爱人前些年去世了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有孩子吗？没有。怎么了？我是什么呢？我是有一次出任务，我媳妇儿自己在家。怀孕了，然后就流产了。医生说就不可能有孩子了，挺好，就因为以后没有那么多牵挂。尤其他干刑警的，你都不知道咋回事呢，是不是哈？传唤嘛。那我就抓人，只能扣留24小时啊！你要审不出来，就得马上放人。带了件你叔的衣服，他不用了，山里冷，你留着吧。谢谢冰姐。我叔咋样了？还那样，炕上躺着呢。
双塔境内将会出现极端暴雪天气，最大风力可达8级，水平能见度小于1公里，预计部分地区积雪深度可达35到40厘米。建议交通、公安、银行等部门要切实做好道路结冰或积雪的应急和抢险工作。喂，同时要做好交通指挥和疏导停止车辆工作，必要时没听见。那孩子到底在哪儿？雪豹再有2天就来了，雪豹来之前，我必须要见到孩子。你给我说实话，孩子是不是在警察手里？没有，警察也在找孩子。那就是二弟手底下那帮人？更不可能，罗浩尚死了，他们要孩子没有用。这我就想不通了。难道孩子自个儿没了？我再给你找，啊！没用的东西。请及时维修，乌纳吉，完毕。队长，哎，这人都哪儿去了？忙去了。老李，我不催你啊，有什么要求就尽管提啊，全力支持。提了呀，这取暖装备呢？没解决吗？大庆啊，哎，怎么没给解决呢？那个事儿办的，你们这这确实真冷啊。别解决了，都快开春了。李老李啊，你得烤啊。我就趁每天坐炉子上，你嘴都那屋里冻瓢了都哈。对呀，你屁股坐着不烤屁股吗？你烤馒头片啊。你烤吧，你屁股大。我真不行了，这不是有时烤真挺舒服的，你看，靠着，哎呀，特别舒服的。哎，不是，就是有时候就屁股冻的，你确实可以贴一下。没见过这么冷的刑警大队。你这有进展了吗？啊？七，到了。太高了。看，这我的小屋。漂亮吧？这么一看啊，咱们都太渺小了。你想不想喊一嗓子？什么？有回声，喊一嗓子。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喊呢？跟大自然在一块儿。
喊一嗓子。来吧。我喊不出来，我怕把咱俩给喊掉了，太危险了。不过我好像能够明白你为什么不离开林子了。你不明白。这不仅仅是一片林子，它还有念想。什么念想？我十二岁那年，腊月没到三九，雪峰山，人和野兽都躲起来毛动。我爹妈一大早出门，想伐一截子断木做面板，赶着头春节包饺子，直到下午也不见回来。我顺着路走，前脚走，回身脚印就没他们也是为了生存，我们都一样。那后来呢？后来这只小熊在林子里就长成大熊，我守着这片林子，我也守着它。